带来下一首歌叫做《重点是》，重点是也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。好，我要站起来了。你们听过一首布农族的童谣，叫做《安安安安豆》。哦，它就几个字，我教你们唱好不好？就安安安安豆豆。哦呀咿呀嗨呀，哎，14.5个字而已啦，啊，我教你们唱好不好？啊，就。原住民的青年在一起啊，不要假装，嘿，跟我们一起围在一起唱歌，然后杯子举起来，或者是手牵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很美丽了。好，这首歌重点是。Yeah.
叫做重点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